接下来老师就要教你们如何用右手安培定则来判断磁场的方向。第一点，在流长直导线所产生的磁场或磁力线的方向与电流的方向呈垂直，也就是90度。我们可以用右手安培定则来判断，判断的方法是这样子。我们先看这里哦，这个大拇指指的方向代表电流，用 I 表示，这是电流。四指这样弯曲，四指弯曲的方向就是磁场的方向，这是导线，这个箭头就是电流的方向，电流是由下而上。手握着导线，大拇指代表电流，四指弯曲的方向，从这样到这样，这样弯曲的方向刚好是逆时针，这个就是磁场的方向。老师磁场用 B 表示，这个就是磁场的方向，所以是一个逆时针的磁场。以右手握住导线，记好要用右手，伸直的大拇指所指的方向是电流的方向。其与弯曲的四指所指的方向是磁场的方向。或者是指北针 N 极所受磁力的方向，应该还记得指北针 N 极所指的方向就是该点磁场的方向。纸板上面撒铁粉产生了同心圆的磁场，现在电流向上，看箭头，电流向上，大拇指是电流，四指弯曲的方向是不是这样弯曲？四指弯曲的方向就是磁场的方向，所以这是一个逆时针的磁场。把它画清楚一点，电流由下而上，通常我们用这样表示，画个黑点，再画一个圈圈，代表电流由下而上垂直穿过纸板。在电流如果向下的时候，大拇指向下，四指弯曲的方向是变这样子，四指弯曲的方向就是磁场的方向，所以这是一个顺时针的磁场，所以这边是顺时针。看一下箭头，电流是由下而上穿入纸板，所以我们这样画，画一个叉叉，画一个圈圈，代表电流由上而下。第一小点，当电流由下而上通出纸板的时候，像这个图产生的磁场方向，各位同学手一定要比一下，是一个逆时针的方向，逆时针的磁场。第二小点，当电流由上而下通入纸板的时候产生的磁场，手比一下，这是一个顺时针的磁场。这个符号要看得懂，一个黑点再一个圈圈是代表电流由下而上，叉叉一个圈圈代表电流由上而下，要看清楚。接下来我们要介绍指北针放在导线的上方或下方对指北针 N 极指向的影响。这个指北针它是放在这个导线的下方，它也可能放在导线的上方，所以我们来看图，图的表示可以这样子，指北针把导线盖住，所以指北针放在上方，电线就导线在下。如果像这样子，导线把指北针盖到了，所以导线放在上，指北针放在下。再来我们看方向，由北向南，你要记得哦，北向南的电流是由你的前方到后方，你的大拇指要指向你自己的胸口，大拇指指向你的胸口，不要把大拇指指向你的脚底，要指向你的胸口，才代表电流由北向南方。
好，你比好了。接下来我们来看四指弯曲的方向，四指弯曲的方向就是磁场的方向，所以这样是一个逆时针的磁场。现在指北针如果放在上方的时候，来，我们都这样表示。老师以后上方统一用绿色，指北针如果放在这一点的时候，磁力线是这样过去，磁力线是这样过去，所以这一点的 N 极是指向你的左手，左手就是西方，没问题。顺便回来看这个图，指北针会跑到西方，原本北方在这个图的上方，跑到西方，所以指北针会逆时针偏转。各位，我们先把这个指北针的 N 极全部涂成红色。一般红色代表 N 极。好，所以逆时针指向西方。第二个图，指北针放在导线的下方。我们看这个图哦。刚刚这个四指弯曲的方向是一个逆时针的磁场，现在放在下方，所以我们用虚线来表示，一样用绿色，可是用虚线。导线下方的磁力线是不是由你的左手到右手，这里到这里，所以用虚线表示，是不是这样切过来，往东方偏转，指北针的 N 极往东方偏，顺时针偏转。再来，我们讲第三个，导线一样放在南北方向，但是现在电流是由南方向北方，所以大拇指握着，电流南向北，四指弯曲的方向是一个顺时针，所以我们看哦，指北针放在上方的时候，指北针放这里，由这里到这里，因为顺时针嘛，所以指北针。向东方，就是向你的右手偏转，向东方偏，从这里到这里，所以它是一个顺时针。这里到这里，顺时针。好，如果指北针放在导线的下方的时候，你看这里哦，下面是由右手到左手，老师下面一样用虚线表示，所以是变这样子，会向西方偏转。所以你看，本来北在这里，它往西偏。所以是一个逆时针偏转。